ING， 跟大家分享。接下来要邀请 Michael 好不好？我们邀请 Michael 来吹一首哦。今天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演奏快歌好累啊，可能是太热，今天很热哦。对，等一下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风的歌曲哈。啊，那在 Michael 准备的时候，我来问三题，有奖征答，会送上呢我们乐团的周边零钱包，好不好？因为呢太多个卖不出去啊，大家要支持我一下哈、哦。啊，一个是200块，你也可以用买的哈、哦。因为呢那时候做不知道做了几个，然后没有再分享。哦啊，有些朋友可能也有钱包了哈、哦，但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小零钱包，你可以，哎，来来来，他也有买一个啦，赶快马上身上就带着哦，身上都带着，有没有看到？好、哦，就是这样一个零钱包，它自己可以装一个链子啊、哦，你可以自己背着，好、哦，那里面要看你要装什么都可以哈、哦，看你要装什么都可以。来，先问三题，也让我们 Michael 准备一下。第一题，我们乐团都什么时候几点演奏？来举手，举手才算。来，要、哦、准备，放下哈、哦，我看最快的哈，一二三，好，来。绵绵后面，5、6、8点。啊，星期几？哎，星期六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来，我们就拿着，我今天带来一箱，好，带来一箱，来，就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就送给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再买两个，再买两个，等一下拿来我帮你签名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哈、哦，这个我可以拿来赚一点零用钱哈、哦，因为那个成本也很高啊、哦，因为我没有做几个，所以成本比较高。第二题再来哦。我这边是哪里呀、啊？这边是哪里？大家都会了。来，刚刚左边嘛啊、哦，中间啊、哦，先换中间哦。第二题，我要想一下题目啊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刚刚演奏什么歌曲？来哦，准备哦。你还没有哈、哦，我数一二三，等一下换右边哈、哦，准备。一二三，来，小妹妹，什么歌？恋爱 ING， 嗨，太厉害了！来，送你一个钱包哈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再一题哦哈，再一题，换右边这边的。好啊，你们点，因为我没办法，我眼睛视力不好，好，我就看哪个最快了哈。准备，这边的朋友也可以坐来这边一下，好不好哈？第三个题目，我的乐团叫什么名称？这边，等一下，好、哦，这边都可以，很简单，我都问很简单的，让你们很快了哈。准备，一二三，这边，航空乐团。等一下再好，给你一个机会，来，姐姐，红日乐团，好、哦，再送一个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加分题好不好？好、啊，问你，你要会哦。好，等一下，哥哥问你问题，你要会好不好？我就送你们一人一个，啊，送你们一个零元，好，很难哦。阿志哥哥学萨克斯风几年？3年。超级难。多少？等下决定好哦，不能回答错哦。来，我算一下。17，确定了哦？有没有要改？确定，打勾勾。好，十七，来，上个礼拜讲的啦哈，一人送你一个，不会哈，学17年哈，啊，在这边演奏呢，我推广了4年，也希望大家呢啊支持我哈，因为我在这边不是什么，是政府邀请，是我跟着我的老师，发自我的内心。在这边吹奏的，那大家会问我说，我怎么愿意在这边吹奏哈？虽然有一些呢，大家默默的鼓励，那其实呢，我也有跟我的很多铁粉分享，我有什么动力能够让我在这边一直坚持下去？我每个礼拜六要牺牲我的时间，因为我下午就要安排了。那我为什么呢？会愿意在这边做？最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各位哦，有没有给我钱？有没有怎么样？在这边呢，我演奏，我觉得是一个责任。我从没有人呢演奏到有人愿意这样固定支持我，这是第一个我要为你们付出啊、哦。第二个是我觉得我在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呢，我甚至去问那个什么
算是宫庙的哈，是那一些命理老师哈，说呢，他也讲得很好，我用这个乐器呢来发泄我的一些情绪，或者是呢有时候啊用它来舒压，在吹奏当中呢，我都是闭着眼睛可以得到一些快乐，好，所以呢，它是我的兴趣，也是我从小学到现在最喜欢的乐器，我甚至可以每天碰它，虽然很腻啊，但这个是我支持下去到现在的原因，不然我相信没有年轻人会愿意再在这边流汗吹两个小时，对不对啊？掌声给我一下好不好？也希望你们呢喜欢我的音乐，要继续支持下去哈，因为我每个礼拜六都在这边，也希望大家呢，可以一起支持分享下去哈。我当然呢，像我每个礼拜我都真的很认真准备，还要录那个 MV 的影片在 YouTube 给大家，影片都是没有收益的，因为呢，我们 YouTube 要靠广告。没有人会看广告，都给他跳过哦。啊，你看完广告，我可以赚30块。所以呢，有在看我 YouTube 的影片，都至少要录8个小时以上哦。你要帮我看一下啊，可以广告就给他看完，没关系哈，不要跳过哦。啊，我礼拜三呢有在 YouTube 直播，也欢迎大家上来跟我聊天，好不好？在 YouTube 礼拜三的晚上8点半到9点半。好，好，废话不多，掌声邀请 Michael。Michael 刚刚跳完舞还要吹奏，所以呢，我讲一些话让他喘一下哈。来 ，Michael， 你第一首呢用伸缩号来演奏。Love Me Tender 呢，他现在要演奏这首是 High Class 的，好，大家听听看，算是呢高级西洋歌曲。Love Me Tender 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摇摆一下哈，或是呢双手可以举起来一下哈，或身体随着歌曲节奏摇摆。
三鼓嘞。And I always will。接下来呢，再让 Michael 吹奏一首好不好？Michael 呢，再来准备一首，他今天因为他新歌，好，这首歌我就没有听过哈，那他再来吹奏一首好了哈，因为呢，像这时候尾声要抒情一点哈，让大家呢投入，啊，等一下就比较好睡哈。好，你现在用小喇叭带来那一首呢最好听的《女人花》，好不好？我们让 Michael 呢用小喇叭演奏啊，大家听听看，因为这个乐器呢很少人在吹，啊，又吹奏这种《女人花》这种歌曲。